name is Lee, Bruce Lee. I was born in San Francisco in 1940. I'm 24 right now.有佢教咗我哋，唔系东亚皮肤黄皮肤，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鞋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佢教咗我哋，唔系东亚皮肤黄皮肤，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香港人鞋，唔要睇死自己。 2000年，中國5000年、60年前呢度曾經出過一個人，大家要知唔知道佢有做過一啲事，行過一條路，令到全世界嘅人都知道乜嘢叫做中國人。中國精神，佢拍過電影4、5部，透過活動嘅影像、熒光幕上前所未有嘅動作、速度、拳腳、套路、哲學、國度、無分角度、現代嘅電影製造，向全世界解釋中國功夫文化有行咗一條新嘅道路。截拳道大膽堂今次喺呢度，淨係想你做翻一個似樣。 叫中國人可以學人，唔使下下抄人，至好就用心去消化人。地點做試下有問下呢度，點解又有一班失敗嘅人唔知住自己人成日走去扮其他人？唔係東亞病夫黃皮膚，都可以做翻自己。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國人，唉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佢教咗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黃皮膚，都可以做翻自己。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國人，唉，唔要睇死自己。 一个大中华，一个李小龙，冇一个中国人为佢觉得骄傲。西游拳剑又到咏春，不怕唐队十二路，各门各路各色各样，每一种招数佢都用纸笔去记录低。以暴法为优化，你自己就系最好嘅方法。要真正表达你本真挚系自己嘅记录，则可以拣咗呢条路。佢又行出咗呢一步，创立咗一套拳法叫做截拳道。佢嘅主张做人要有。 自己嘅態度唔可以墨守成規，就原地踏步，成日企喺度，得個諗住唔走去做，又諗咗條歪路，想做就去做，但就最緊要行條正路。就如截拳道，練一擦眼，佢一定唔做，唔要欺騙自己扮假鬼，吾三吾四，你小龍精神不死中國人唔會忘記，唔要欺騙自己扮假鬼，吾三吾四，你小龍精神不死中國人唔會忘記。 By the way, the song's name 1127 is Bruce Lee's birthday. 你要知道我哋中国人有乜唔好，我哋5000年历史，你有冇？为咗面子变成白色恐怖，你问心嗰句，你有冇？我要知道我哋中国人有乜唔好，你话我封闭，我话我有分数，为世界贡献又有乜唔好？系美国人最基本，你做到，有佢教咗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，都可以做翻自己，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。 唔要睇死自己，有佢教咗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，都可以做翻自己。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佢教咗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，都可以做翻自己。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佢教咗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。 都可以做翻自己，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，唉，唔要睇死自己。